爸，伊这件代志，我到即马咱想袂通。阮就是想袂通啦。我甲文瑶诶，才会联合起来搬这出去，用金仔看。阮就是想要争取时间，啊查清楚，看因到底吼是有啥物目的甲企图啦。我嘛感觉阮今下就足奇怪，拄则我走去找伊，想要问伊讲，是安怎无甲我参详，着甲黑棋甲永兴为未来层踏出去？ 结果我发现，伊去找江开阳讲合作。我咧想伊的后一步，就是要用武器来保黑棋甲永兴的位置。啊，今日是安怎啊？啊，那甲江开阳迄个 BP 的效率合作啊？啊，院长就竟然讲，管理公司毋是一工两工就学会晓的代志，爱一步一步来。啊，伊会好好甲我栽培，因为我是唯一的查某孙。 伊讲你是伊的查某孙，真正有来讲，来拄则安怎无甲我讲啊？因为马上就改水讲，伊甲我当做是查某孙咧看待，才会雄雄讲唔对话。伊讲伊会替阮阿公好好甲我栽培，啊，我愈想感觉真正足奇怪的，所以即马才讲出来。看起来这个金妹哦，野心是愈来愈大。 喂呀，真正有你有我真真真，安怎？刚查到啥？迄个影片确实是 AI 画面的计算器的，是假的。我即摆已经影片互完啦，放互你大家看。兄弟啊，你想看卖啊？互用新集团给趁一条，你咪会当顺势挽回你进前以为唯有所造成的错误，何必对你的相看？安尼毋是讲你个。 志豪，多谢你。有这个影片，就会当证明文瑶无使让罗家峰去投资，一切拢是伊家己主动自愿的。安尼，就会当替文瑶洗清冤枉啊。贾峰是安怎要陷害文瑶的？啊 ，DNA 检验面就证明讲，伊确实是贾峰啊。啊，伊是安怎要做这款来损人、佮无理智的代志啊？ 虽然讲 DNA 检验会当确定伊就是家风，也毋过我就是感觉伊毋是咱所熟悉迄个家风。可是讲伊若真正是家风，伊绝对无可能对阮做出这款代志。最近家风个性物奇怪所在，虽然讲伊甲较早共款对阮做体贴的，也毋过我就感觉阮前迄个人足青云的，就亲像是看代志的重点甲方向，拢甲过去的家风无共款啊。 啊，飞天哦，我对伊就是充满怀疑，甲无信任啦。你敢知影？伊即马就算我小甲我帮者吸着，我拢无法度接受呢。所以归去啊，我拄则找借口甲伊冤家，讲哦，即段时间暂时先分开者，先互伊冷静落来。所以即马即件代志的问题，就出伫咧疗养院昏迷迄个家风的身上。 敢会有一种可能，就是伫疗养院迄个家风，才是咱大家所熟悉的家风。无毋对，这就是我一直甲大家讲的重点。我伫疗养院，伊无说是甲迄个家风手夹着手的时阵，我心内真正有一阵足悲伤的感觉呢。安尼就对啊啦，伫你身躯边的家风，你感觉青云；伫疗养院迄个，你顶多有感觉。安尼像是真相是假？ 都已经真清楚啊！不过即马伫咧疗养院，迄个家风已经有刷走啊。唯一可能知影真相的尤香水，嘛因为我都讲话，所以即马所有线索拢已经断掉了啊。我看咱想办法，赶紧甲疗养院迄个家风找出来才会用的。啊，若无，大家就真正会产生无头苍蝇共款，抓无针头。我会记得我伫咧病院楼梯边落去进前啊，我有听着尤香水。 伊咧讲电话，伊除了讲到过罗家峰，伊嘛讲到已经过身真久，伊个后生陈重志。所以我认为，迄通电话啊，绝对甲家风伊身份的真相是有关的。是讲，咱要摕尤总裁手机啊，不哩敢若有机会，两手过我一个线索。无毋对，所以我也想办法。 看是毋是我摕到香水的手机啊。
阿伯，所以家风一定够有动作，你嘛较细腻的。阿哥，不管对家风什么情愫，你定要忍耐，你顺伊意思，合适的境界，才有机会查出真相。卡叔已经有什么苦衷，那么才会当改当三工。我知了，我甲大家好好保重。老婆，咱等于处理了哦。你即马安尼啊，你嘛无法多去上班，啊，手机要你嘛无在条讲话啊，所以你手机啊规矩借我算，啊，我拍电动安尼 ，OK 不 OK？ 陈良心，爱我的手机要创啥？看伊敢若真认真在找，伊是想要查什么线索？陈良心，你心在创啥啦？手机要我。是这句形容词，让你讲到袂输啊！佮我咧同款，我袂使你佮谁咧讲话。刚讲陈忠信，是要检查我手机啊内面，我第一佮送讲电话，安尼就对啊。今日查，查到黄金，就查到忠志的下落啊。老婆，我讲话你敢听我意思？我保证，我摕到你的手机了啊！我一定怕死大妖怪，破关得分，安尼听有无？星啊，你家己就有手机啊，为什么要用妈妈？哎呦，拜托我这手机啊，这尼慢，老婆伊手机是上新型的啊，迄速度较紧，你拍电动哦，袂累格啊，迄较好耍啦。我知影恁这几天哦，伫这病院哦，也较不足啦。啊，阿姨明仔载就当办出院啊。你等于吃剩啊！来了，结果，好啊啦，卖国家今日机器啊啦啊！我的证据全部拢提出来啊，你还是唔肯相信我讲的话啊？伊规个心，就是你为微妙的设想。星期五讲要跑去遐待一阵啊，无想要看到我。花伊一段时间啦，啊！正月个性你也毋是毋知影对无？伊毋是迄款哦，是非不分，安尼无理取闹的查某人嘛。花一段时间，伊若是想通，自然就会转来啊。老狐狸真正是老狐狸，明明无信任我，才养我的 DNA。鸡嘴变鸭嘴了，才过来叫做要求我。简单讲几句话，就想要当作尊贵水无痕，然后才直接想要套我的话。罗在兴，当年阮爸就是受过单纯啊，才会让你骗去，连命嘛陪掺落去。这么多年过去啊，你还想要同款用这招来对付我？你真正够卑鄙的，敢那是农家山地有无够？我阁爱你血债血还。卡斯讲我即马就为罗在兴的头攻下去，是毋是就会当替阮爸报仇啊？小宝啊，就是安怎啦？是爸爸讲的话，互你生气是无？你千万唔通误会呢。爸爸唔是挑工要责备你啦，我是希望哦，甲伤害我感觉上帝啦。我记你细汉的时阵哦，我这边，啊，甲一群囡仔去公园佚佗，啊，其中有一个囡仔呢。在栏杆顶面安尼跋落，啊！其他囡仔又拢讲是你甲杀落去，啊！我咧坚持讲你无啊，所以我就相信你啊。虽然讲对方的爸母有追究责任，啊，无拢打落来，一直到即马，
我拢也无甲你讲安尼代志的真相。哎，你安尼背啊呢？提安尼关系要创啥啦？好了吧，啉完啊，嘴干啦，想讲爸干咪让老听见。然后嘞，真相是安那？后来哦，我去调一监视器的画面啦。真相就是哦，恁两个囡仔哦，做伙去爬迄栏杆啦。啊，伊无说你挡着你后边，伊家己跌倒啦。根本就毋是你甲摔落去。迄时阵爸爸真欢喜哦，真欢喜讲哦，我无因为别人给我压力。我就逼你啊，甲对方的是咩？因为囡仔的自尊哦，甲大人感觉重要。这件代志发生的时阵哦，你差不多过六岁啊啦，你可能也袂记得啊。我是安怎？那会对伊讲的这个故事有淡薄印象，甚至拄则就已经要提杯啊，往伊的头壳攻下去啊，说因为伊的故事，伊的笑容，好感动。我有一个，伊就是我爸爸的感觉。你是安怎啦？啊，哎呀，你听爸爸讲话讲到老目屎啦，啊，咱爸仔囝也毋是爸安尼开讲过啊，啊。哎，嘉峰啊，莫想伤济啦。哎，那有一句话呢，时到时担当，啊，无米出来煮番薯汤啊，啊。我跟你讲啦，金玉哦，想通以后，自然就会回来啊！来来来，吃一块，新做的未歹吃嘞。家父，啊，你真正无要原谅我？你之前一直都唔相信我，啊，是安怎你即马？你嘛知影啊，我即马有心嘛，啊，荷尔蒙去影响着我的情绪啊，就较失去理智啊，啊，所以哦，若拄着代志的时阵，嘛较敖钻牛角尖。不过即马我冷静落来啊，有反省甲检讨啊嘛，啊是讲，即马我咧怀疑我。我最希望的就是靖宇可以回来身躯边，既然伊先点头啊，我就要顺势接受，若无嘛歹事煞。老婆啊，我真正无应该咧对待你，我真多谢你愿意主动找我，我真正真欢喜的。虽然讲无冤无家，无生夫妻，啊，也毋过，我是感觉咱两个拢已经结婚遐尼侪年啊，啊，应该爱当好好沟通毋才对啊。而且哦，我真正做无介意迄款冤家的感觉呢，所以我当然嘛足欢喜的，我会当主动踏出这一步，啊，来找你讲和。啊！若无惊讲来，继续安尼甲你冤落去哦，真正会影响到咱两个阿母的感情。简讯啊！垃圾讯息。别惊什么，你先坐下休困好了。应该是啊。啊，家凤，我最近哦，那别惊想要吐的时阵哦，拢一定爱啉一寡烧滚水，无你替我倒一下无？我当然嘛好。趁这机会，甲木马城市到底家凤手机内底？